让女人心满意足的七个高招，她会奋不顾身的爱上你。一、表现关心，女性都是希望别人对她关心照顾，尤其是在小事上，更容易引起她的注意，比如在吃饭时递给她纸巾这些细小的动作。二、懂得疼她，外表再强悍的女人，再强势的女人，内心都藏着一颗柔弱的心。一个男人如果想得到一个女人的心，那么必须要懂得疼她，让她放下所有戒备，只愿做你的小女人。三、送礼物要别出心裁，礼物的大小与钱多少无关，关键要送女人日常用品，每天用都会想到你，经常使用，她对你的感情也会与日俱增。待到时机成熟再送女人贴身衣物，这样会使你们的感情更加亲近。四、对女人要学会倾听，女人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特别的能说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倾听，因为她已经把你当成好朋友了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以进一步发展了。五、经常夸她，没有哪个人不喜爱他人的赞许的，因此多去夸奖她，夸她长得漂亮，夸她有气质等。当你赢得她对你的好感以后，剩下的事情就变得简单了。六、了解她的生活习惯，比如喜欢吃什么菜，喜欢在什么地方吃，或者亲自下厨，这样更能增加女人对你的好感。毕竟女人都喜欢吃，若是你顺利抓住女人的胃，那离抓住她的心也不远了。七、懂得撩拨女人，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夹菜给她，菜快到她嘴边，然后迅速自己吃掉，女人会感觉自己被撩拨了，一定会拿小拳头捶你胸口。在这互动的过程中，你们的感情也会更加牢固。女人其实想要的不多，想让她死心塌地的爱你很容易，多疼她，多关心她，多爱她，懂得呵护她，怜惜她，哪个女人不想在自己爱的男人面前做个小女人呢？